走进各个摊位，店员卖力介绍自家产品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向刘姥姥敬大观园，好奇询问各项商品，因为他从没逛过年货大街，对于年菜也没有特别偏好。通常是人家煮熟的东西给我吃，我就乖乖吃了，从来不敢挑剔了。那、啊、你之前有去逛过年货大街吗？当然没有。今年这样帮年货大街宣传，你会不会想要自己去逛一下？还是你嫌人太多？哎呦，有时间才去，事情一大堆，哪有办法？佩琪姐会去吗？应该会吧。虽然不曾逛过，但柯文哲还是卖力替台北年货大街宣传，不但印制年货手册，提供逛街秘籍，还推出各大商圈优惠券，只要扫描猴年发财经上的 QR code， 就能享有总价300万元的超值优惠。旧历年快到的哈。那我们整个台北市的商圈开始合作起来，开始在做促销的活动。那市场处也把一些资讯哦，会换在这个透过 QR code 让大家晓得。那就有钱就去消费吧，啊 ，OK， 拜托。包括年节商品、生鲜食材、特色小吃、精选南北货，各商圈无不卯足全力促销，希望能汇聚人潮，带动买气，迎接农历新年到来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